与要用的合一。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精义，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，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。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，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，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，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，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，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